车啊。那对，我就会跟着。OK。其实到时候会有造景。哦。这造景你自己做？当然。哦。然后跟前半段嘛，就会弄一些图书区。哦。收集很多。那时候北厂铁博那边，你有买吗？哦。我那时候就有注意他缺什么，我就把它买回来。嗯。就是那一台，你这个，你那个亮晶晶那一台有没有？就是亮晶晶那一台。就是跟我讲，我先看哪一台叫做亮晶晶的。就是跟你讲的，在那个三千型旁边。比较好吧。PP， 对，PP 的。PP。哦。有没有？快有。他举怎么了？还蛮像的。这好不好？妹妹。你会这个三线一个对吧？你家会有这个吗？他有一页的啊，这两个一页的吗？有，一页的全都没有。一个是什么？什么都没有啊！不用一列，你就直接换车头就好了。换车厢啊，车厢不是有？啊，有缺货啊，换车厢就好了。一堆车厢，没有，